好，我今次所講的信息咧，講到神強烈的同在對我哋好大的幫助。咁啊，好多人冇諗到就係神的同在是有不同的程度的，而當我哋喺神的同在之中咧，就算你好似呢位姊妹分享啦，其實我知名，不過我喺 YouTube 因為直播噶嘛，所以我就唔講名住嘅，就係咧，佢話屋企好得閒咧，而喺個時候如果進入神強烈的同在，神就會帶領嘅。其實任何一個人，只要你停留在神的強烈同在，好像以諾與神同行，就被神接去，不是代表你接去，而是神一定會在你生命中做很大的工作。我們今天就探討這件事，到底我們基督徒是不是個個都可以呢？其實個個都可以的，因為神是很容易親近的，即第一個觀念就是神是很容易親近。神強烈的同在對我們有什麼幫助呢？當你沒有力的時候，是更加容易一祈禱呢，你會感受到神的力量和動力和喜樂。是當你學到用心靈禱告的時候，隨時一愛慕神，神的同在即刻臨到你身上的。這件事是可以學到的，在我下午這個侍奉操練課程，其實我是由最簡單至到最深入的事都教導，將來希望興起更多人侍奉主。你想被神用的，我希望你真的來學習。有些人說好似由基本開始喎，其實我由基本一路到入深入嘅，好多基本係需要教人嘅，所以我哋需要學習嘅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的起心肝，的起時間嚟到學習。咁你隨時咧，你學到一愛慕神，即時咧神嘅同在就臨在，無論你有咩困難都可以幫到你啦。或者俾人傷害，好多人俾人傷害，俾人鬧，俾人得罪，唔開心，咁就覺得冇力量。咁咧有神嘅同在就會不介意，冇所謂啦。有病的時候，小病就小事啦。如果大病，真的有大病的時候，很多人就會覺得哇，人生好絕望。但是你在神的同在，第一，神可以減輕你的痛苦；第二，可以醫治；第三，就算冇醫治，都可以在那時候俾你額外的力量。同埋你尋求方向，你人生到底有咩意義呢？是不是你只是翻工放工，日日牛牛鬥鬥睇電視睇 WhatsApp 就是你的生命呢？神會帶領我們，因為每個人他都有奇妙的方向的。還有受逼迫，有一天我們都可能受逼迫，在受逼迫的時候你怎樣有力量呢？被人鞭打的時候，現在有很多基督徒被人鞭打的，我們在香港很太平，在我們即某程度的太平，那我們就沒有這種的感受。有些地方的教堂是被人燒的，被人殺害的，捉了去的。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你有神強烈的同在，你什麼都不怕，因為神跟你一起，神是掌管世界。有些人就說我被人打的神同在有什麼用呢？但是神的同在是任何時間會給你力量，他也有方法。好像 在《使徒行傳》講到彼得，他在禱告的時候，神就將他的鎖鏈全部扔掉，然後開了監門讓他走出去。而保羅也都在個監獄裏面也都在鎖鏈掉掉，跟住咧，後來帶咗呢個玉卒信主嘅。好啦，首先我哋明白一樣嘢，就係神嘅同在係有程度。譬如有啲人話個個基督徒都有聖靈，係的而且確係，不過唔係個個都係被聖靈充滿。如果個個被聖靈充滿，佢七個執事初期教會揀七個執事，就唔使講明要聖靈充滿啦。如果係個個都聖靈充滿，咪係總之任何一個都係聖靈充滿，佢就講明係有智慧同埋聖靈充滿嘅。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嗰度講，我一起讀啊。但與主聯合的，便是與主成為一靈。嗱，呢度講到咧，同主聯合，我哋信主已經同主聯合啦，與主成為一靈。嗱，咁我哋就話，咁我哋個個都有與主成為一靈，呢個係真嘅。不過我問你一個問題：你一日咁長嘅時間，有幾多時間你係跟隨你嘅情緒啦？你想得到嘅嘢啦？你的煩惱啦，你的野心啦，有幾多時間你係同神相連呢？就算信耶穌，有好多人咧，佢係與世界相連，與電視 WhatsApp 相連，與朋友相連，而唔係與神相連。即係話個程度係唔同嘅。與主相連嘅，相連嘅就係與主成為一靈。我哋個都係，不過有啲人就僅僅 high 到，有啲人係極度嘅充滿。我希望大家都渴求，因為當你極度嘅充滿嘅時候，喺你生命一定有好大嘅分別。
我感謝主在我生命中，我幫很多人，很多人找我，很多人呢，即係我去佢睇到我影片咯，亦都我任何時間我見到人咧，我都會盡量同佢接觸嘅。嗱，呢兩個圖，一個咧 Mr. Lazy， 聖靈喺佢心外去想感動佢，但佢唔肯聽話。佢雖然有聖靈，但係咧佢俾聖靈影響嘅程度係好少好少嘅。但係咧右邊個圖咧就係真係咧活在耶穌裡面嘅。嗱，咁啊有基督徒有分開嘅喎，左手邊嘅專注喺自己嘅信徒點咧，就靠自己。你靠自己做乜？你負責噶啦，你自己前路、你嘅婚姻、你嘅工作、你嘅侍奉，乜嘢都係靠自己。有啲人侍奉都係靠自己喎，唔係一定侍奉就一定係同神有密切關係。有啲人侍奉就想自己叻啲啊，仲有自己嘅方法啊，佢唔知道前路冇把握，佢唔知道將來點。但係咧，右手邊嗰度啦，就係話一個進入神強烈同在嘅人點咧，長時間投入喺親近神。同埋咧，依靠神，神就負責佢生命，神會帶領佢生命，神會為佢開路。喺我一生之中，神為我開路好多好多嘅路，好多嘅祝福，神都會一樣幫你。咁你話我唔係牧師喎？你唔係牧師，只要你聽話，神一定都提升你嘅。好啦，跟住下一點咧，就係好難處理情緒啦。當人喺自己嘅裏面嘅時候，但係咧進入神強烈嘅同在，佢就會神掌管佢生命，佢就把握就輕鬆起落啦。咁自己靠自己點咧？佢靠自己有聰明智慧能力啦。但係神咧，嗰啲親近佢嘅人就俾佢喜樂平安智慧能力。好啦，專注喺自己基督徒有好多係一場空嘅，好多一生追求嘢係一場空嘅。你諗下你嘅生命有幾多係永存嘅咧？但係咧，有個人時時喺神強烈嘅同在，佢嘅生命係蒙福，佢做好多嘢都係神紀念。如果神紀念，神一定祝福佢整個生命。我嘅侍奉嘅目標就係興起人去服侍，無論喺香港或者不同嘅地方。因為我見到太多教會，總之嗰啲基督徒乖乖地翻聚會，咁啊都幾好啦，又奉獻啦，咁啊 OK 㗎啦，呢個 OK 嘅。喺我嚟講，一定佢要進入俾神使用。如果佢唔進入俾神使用，因為講到交帳嘅時候都講到佢點樣用嘅，俾神用嘅。馬太25章就講到交帳嘅時候，交帳嘅時候你嘅恩賜有冇用呢？你有冇做在弟兄嘅身上呢？所以呢，我哋得到神嘅恩典一定係有神嘅同在跟住俾神用。我希望呢，我咁多次嘅呼籲，希望更多人真係願意俾神用，亦都願意接受訓練。我嘅訓練唔單止進入普通嘅訓練，亦都進入講道。你有心講道嘅，領敬拜嘅，為人服侍禱告嘅，帶領聚會嘅，全部我都會訓練嘅。只要你有心，你話俾我聽，我係可以個別去幫助。呢、这個就係我嘅對於侍奉嘅心態。馬太25章21節一齊讀啊！主人說：好，你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。嗱，呢個咧就係與主高度相連嘅基督徒。佢咧係好多事上，唔係，其實對唔住啊，最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。有一次我聽聖經，忽然間聽到嗱，我聽聖經咧，我有啲時候我就刷緊牙我都聽噶啦，但有時咧我就會跟住佢讀喎。嚇！有一次我突然間聽到，點解呢個忠心又良善又良善又忠心仆人？佢話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喎，不多喎，唔係多喎。咁咧我就去思考點解會不多呢？咁應該話好多噶嘛，佢都話不多。咁咧我呢度講出啦，第一就是人總可以更多嘅事上忠心，即係佢喺神眼中佢係有忠心，不過唔夠多，總可以多啲噶，係咪總可以多啲啊？一定可以多啲。第二咧就係神嘅同在提醒人處理罪同埋情緒，原來神嘅同在係會幫人處理生命嘅。其實我喺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我就試過被人傷害，我就發覺失去了個喜樂，我就即刻話有些人不行，要即刻處理，就是聖靈提醒我。那我處理之後我就放手了，放手就提醒我以後有些什麼阻滯即刻是處理。因為我很多時候都在神的喜樂和能力，當我一想耶穌我好愛我，耶穌愛緊我，即時的喜樂就湧流。咁咧，當我喺呢個狀態，有啲咩唔掂，個心翳住唔開心，我即刻留意到，我留意到我就即刻處理，因為我覺得唔需要食垃圾，係咪啊？有啲
講一個笑話啦嚇，即係先啊，傳道去到宣教，佢個名叫咩咧？那個地方名叫 Holic。咁我喺度諗，你係咪 yes 有 Holic 嘅咧？咁啊，即係我忽然間聽到呢個字啊！我唔知大家有冇聽到我講兩次，佢話我去個地方叫 Holic。咁咧，即係話咧喺神嘅同在嚇，我哋咧可以咧享受 Holic 喺個地方咧享受神嘅同在，神嘅祝福。咁咧，當你時時有神嘅同在，我去到邊度咧都好似飲 Holic 咁啊，即係喺度享受神與我哋同在。咁咧就處理生命啦。咁咧，即係我喺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我就處理生命同埋處理好多嘅問題。跟住咧，神嘅同在賜力量，叫人更加忠心，即係更可以忠心。跟住有兩個圖，呢、這個左邊嘅圖咧就係佢有忠心，不過咧係少少。嗱，佢總可以更多係嘛？總可以更多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就話：我已經為主服侍有服侍噶啦，不過可以更多，同埋更深入、更深度、更強烈嘅。希望大家都渴慕，因為呢一樣嘢係今生祝福、來世永遠嘅祝福嘅。大家想唔想啊？好啦，跟住咧就不同嘅聖經嘅例子講到神強烈嘅同在會帶嚟嘅祝福。摩西喺神強烈同在，唔使食唔使飲。嗱，有一日真係受逼迫嘅時候咧，無論我哋俾捉佢俾人哋坐監，或者匿埋喺個山窿嗰度嘅時候，可以唔食唔飲喎。出埃及記34:28一齊讀嚇。摩西在耶和華那裏40昼夜也不吃飯也不喝水。由34:29摩西手裏拿著兩塊法板，係西奈山的時候，不知道自己的面皮，因耶和華他說話就發了光。原來神的同在可以叫人不用吃不用飲，同埋呢可以面皮發光，即是神的同在可以咁強烈，可以超自然地活著。咁嗱，當然我哋唔能夠話啊，有一日我哋逼迫，我哋個個都唔使死嘅，捐曬窿，我哋唔使死嘅，喺度匿埋祈禱就得噶啦。嗱，我唔能夠話擔保一樣呢樣嘢係會重複發生，不過即係話係可以發生。神的同在我哋唔使驚，有一日你真係冇得食冇得飲，唔使驚嘅。神可以大大的祝福你，不過很多基督徒咧，佢即係啊，神會祝福啦。咁嗰種咧，奶奶閒咧，係唔會得到神強烈嘅同在。神強烈同在必定係刻意嘅，必定唔係隨意嘅。嗱，先知門徒就係撒母耳嘅先知門徒，佢哋讚美神有更新人嘅能力。哇！撒母耳記上10:5你呢度咧係啊撒母耳同掃羅講嘅。你到了城的時候，必遇見一班先知從幽潭下來。前面有鼓瑟的、擊鼓的、吹笛的、彈琴的，他們都受感說話，即係他們在一路不定咁不停咁樣奏音樂，咁佢應該就唔係練樂器，應該喺度讚美神。然後咧，佢哋就喺度個個受感說話，成原文聖經係講到說預言，個個喺度受感說話喺度咧，聖靈感動嘅說言，到底係方言啦，定係咩預言咧？我哋唔知道。聖經有其實不同例子咧，講到舊約嘅人都有講到受感說話嘅。然後第6啦，繼續落去。耶和華的靈有經文，我哋一齊讀啊。耶和華的靈必大大感動你，你就與他們一同受咁説話。你要變為新人，這兆頭臨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時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，神就賜他一個新心。當日這一切兆頭就都應驗了。咁呢度咧，撒母耳繼續講啊，佢話。耶和華的靈就會大大感動你，你就會一齊受感說話，你要變為新人。即係講到咧，呢班先知門徒嘅敬拜讚美啊，係可以叫掃羅一去到即刻就改變變為新人。而喺撒母耳記上19係講到大衛就同佢哋一齊嘅，所以大衛一路感染啊，即係受撒母耳影響，一路喺神嘅同在之中，時時有神嘅祝福。原來神的同在可以將人變為新人。我想大家想一想，在你信主的過程，你有沒有發覺某些時候你是忽然間有強烈的動力改變？有沒有試過？有些人在初信主，有些人信了主一段時間之後，不過我又想說一件事，有些人初信主忽然間就開始不想鬧人，不想發脾氣，或者某個時候開始不想這樣做。但我想問一下你，呢一樣嘢係持續喺你生命，因為係某個時候。我想問下大家先，有幾多個基督徒喺呢度？你曾經試過
係你生命中會發現有強的動力，令到你不想鬧人，不想發脾氣，想處理生命的，有試過這種的動力舉手，請你舉手，有幾多個試過？好，感謝主，好，我聽手啊。好了，我再問第二次啊，有幾多個你發現這個動力是持久，並且你持久聽他的話的，持久回應他的，有幾多個？請你舉手。有幾多個是持久有這種動力？舉定的手啊，少很多手喎。咁即係話咧，有啲人喺初信嗰陣時好大動力，跟住後來失咗，或者某個時候啊，喺個聚會忽然間好被激勵，但係過後又唔記得曬。個問題就係我哋係咪持續喺神嘅同在？當我喺持續神嘅同在，神就會祝福你，就會使用你。你接觸咩人，你都會想關心佢。我一接觸人，我就想關心人，我就想帶佢信主，或者幫助佢信仰更加堅定。即係呢個神俾我嘅心，我都希望個個人都有呢個心。亦都時時想活出神 的生命，一發覺裡面有啲咁多怨恨，有啲咁多負面，我即刻處理嘅。有時有啲人都同我講負面嘅説話，有啲人我幫佢，佢但係同我講負面説話，但我即時處理。我即係話佢個問題，我使乜介意咧？係喎，佢負面關我咩事咧？佢負面啫嘛，我就會將佢放低。但係呢個人我依然為佢禱告，求主幫助，即係唔俾佢影響。希望大家持續變為新人。蘇羅是不是持續變為新人啊？不是啊，後來他就是軟弱，他妒忌，以致他失去了神的恩典。好了，跟著這句說話很重要，第七節大家可以記實，撒母耳記上十章九、五至十節是這段經文特別的。而第七節講到你要趁時做，因為神與你同在。這裡講到神一個特別的同在，其實這裡都是有神同在的，哪裡都有神同在的，不過神同在是不同的程度。到底神同你同在有多強烈的程度，你會不會渴慕呢？我希望大家信耶穌就信完，就不要說、總之我又回教堂，我又做基本的 OK 的了樣。其實這樣做基督徒是無力和辛苦的，因為你又要跟從聖經，你又沒有動力，你又沒有力量，如果只是做基本其實更加辛苦。但你越行神的路，你就越覺得輕省，有乜所謂啊？哎呀，呢啲人嘅問題有乜所謂啊？你日日都有喜樂，有力量，日日都神喜悅，神為你開路，喺你生命中行神蹟奇事，其實係最好嘅。所以有神嘅強烈同在，係活得更加開心。我希望大家都渴慕呢樣嘢。嗱，當時佢又話：你去到嗰度，神就與你同在。呢度講到一個強烈嘅同在，幾好啊！呢班人原來咁強烈嘅同在。喺我哋呢度敬拜嘅時候，我希望大家珍惜呢個時間。不要東張西望，不要在那裡不斷哼哼哼，是專注的，整個心投入，相信神愛著你，你一敬拜神就歡喜，你又全心感激祂，是互動的，我們全心敬拜，也都是神又好喜悅。這個是要學習和操練，怎樣更加盡心的投入。我發覺是當你學到，在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，我曾經參加一個聚會，這個牧師是做一件事很特別，他不斷叫那些人，你伸出你的手去表達愛耶穌，你告訴耶穌我愛你，你相信耶穌在這裡，他不斷用這些話，那些人就不斷這樣做，他越投入做慣了，靈就開通了。而我在那段時間也是刻意怎樣保持任何時間即時有神強烈的同在。那我做做下真的學到，學到怎樣在個心靈的深處喜悅神和歡喜神，又深信神很大的祝福，即時呢我發覺喜樂啊、愛啊就會湧流出來的。那這個就是保持神的強烈同在是需要付出代價，如果心裡面經常都裝滿了垃圾，一定不會進入這個狀態。心裡經常想人的不一定能夠進入，但如果當我們時時處理生命和時時習慣愛慕神，就能夠進入這個狀態。然後呢，當掃羅轉身離別撒母耳，都未去過班先門徒，神已經賜他的身心。這裡講到原來撒母耳的神的同在都很強烈，當掃羅跟他講完話跟著行開，就已經變為新人了。這一切的事當日都應驗，所以神的同在真的美好的，就是將人生命改變。好了，跟著十九章就講到另一個情景了，就是掃羅不聽話了，追殺大衛。
佢就差派仆人去，差派咗三個，三個咧去到咧，即刻受感説話翻轉頭，跟住佢自己去，亦都同樣嘅情況，所以全部都捉唔到大衛，就睇到乜嘢咧？就睇到原來神嘅同在可以保護人啊！咁其實有不同嘅恩膏服侍者都有咁樣嘅見證，佢哋講到咧，其中一個為我服侍禱告呢、這個安卡洛。他講到有人曾經去那裡是拿支槍出來想殺他，但是怎知道這支槍是無效的，而這個人在神的同在之中被聖靈充滿，跟著呢信了耶穌的，即是神就是這麼美好的。當然的次序就是神做工在他生命中，然後他改變過讓他信主，他就成為一個得救的人，才是聖靈充滿，初頭是聖靈觸摸他。嗱，呢個經文我哋唔讀，不過我簡單講過，《創世記》上十九章二十節講到咧，去到嗰啲人咧，去到嗰班先知嗰度咧，佢哋都受感説話睇黃色嘅字啊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監管他們，打發去啲人也受神的靈感動説話。呢度講到就係原來就係撒母耳就係監管呢個聚會啊，呢班就係撒母耳嘅門徒。嗱，呢個詞咧，我哋今日下晝嘅聚會，我哋都有一段時間係聖靈充滿，亦都喺呢度嘅聖靈學堂，就係聖靈最充滿嘅時間。喺呢個時間咧，當人學到聖靈充滿嘅時候，佢係隨時可以保持並且長期同埋集體去做嘅時候咧，神嘅同在更加強烈嘅。掃羅三次打發人都係受感説話，最後咧後面嗰度啦，當掃羅去嘅時候，神嘅靈亦都感動佢，佢去揾大衛喎，喺個途中神嘅靈就感動佢，但今次咧神咧係羞辱佢，佢就一晝一夜躺卧喺度露體躺卧，佢除曬啲衫就瞓咗喺地下度，咁咧神阻擋佢捉大衛。好啦，彼得有神強烈嘅同在，《使徒行傳》五章十五節，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或褥子上，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，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。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巫鬼纏磨的，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，全都得了醫治。在神的在這些人 的周圍，彼得的周圍都有人得醫治。這件事在歷史也有發生的，有不同的恩膏服侍者，聖靈充滿的人，他們在聚會的時候，周圍有些人駕車走過就感受一種能力，跟著他就泊車進去聚會，亦都有人行過或者在我屋嗰度咧，另外地方咧係得到醫治，即係神嘅同在可以咁奇妙嘅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追求神嘅強烈同在，唔好做一個牛鬥基督徒。嗱，你自己反省一下，我哋係一個牛鬥基督徒，都唔追求神嘅同在，只係話我翻教堂就已經係好乖噶啦，就停留在這個地步，因為我想追求神強烈的動作同在，以致我整個生命被提升。保羅呢，這裡講到《使徒行傳》十九章十二節，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上，病就退了，惡鬼又出去了，即是他身上拿一些物件拿去這個病人身上都能夠醫病趕鬼。有一次我在地鐵的時候，神給我特別的經歷，因為神要我親身去知道這件事發生過，我就在那裡拿著一本普通話拼音的聖經在那裡看，旁邊有個人呢，我覺得他在看著我本聖經，我看看他，他真的看著我，我就跟他說這本就是普通話翻譯，即是有普通話發音的聖經來的。跟住佢又話：我都係信耶穌嘅。佢個杯係韓杯嘅。咁咧，佢就同我講啊，佢話好多年之前，葛培理嚟香港嘅時候，佢嗰陣時咧，佢細個，佢已經有呢、這個背彎嘅情況，就好辛苦同埋有病。咁咧就有人邀請佢去個聚會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就攞條手巾啊，俾葛培理祈禱啊。原來葛培理早期嘅時候係有醫治嘅，後來可能因為有些教會的反對，或者他不想這些教會抗拒，他就沒有再做醫治，他只是做報道。他們那些手巾祈禱就派給他，他拿回家放在身上，跟著他的病是即時好返，不痛，很舒服，但是誰知道那幾天
有個和尚嚟到佢屋企，就話咧：你哋不如安個地主啦咁。咁佢咧安咗之後，佢個病就復發。而當時佢又揾唔到人去識得為佢祈禱嘅。咁咧結果咧，佢個病一直都喺度，但係佢都係依然信主。咁呢個係好可惜嘅事啊！即係亦都睇到原來神嘅同在可以透過物件。有啲人話：咁會唔會迷信咧？我哋能夠話就係神透過呢個人，佢所祝福嘅呢個物件嚟到祝福別人，就唔係迷信嘅物件，係相信神嘅大恩同埋能力。因為聖經都有呢個情況嘅。嗱，司提反另一個人咧，佢受逼迫嘅時候亦都有唔同嘅表現喎。四輪傳六章十五節，在公會裏坐住啲人都定睛看他，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，就係咧原來神嘅聰明，神嘅同在賜俾佢智慧同埋榮耀啊！佢能夠回答嗰啲人，並且咧有神嘅榮耀喺佢身上。其實神嘅榮耀唔單止係發光嘅，同埋你睇到個人咧有生氣啦，有力量啦，有喜樂啦，有智慧啦，呢啲都係神同在所帶嚟嘅。神同在其實帶嚟不同嘅嘢嚇，聖經有講到聖靈充滿有啲咩果效咧？神嘅同在帶嚟咩果效咧？帶嚟平安啦、輕省啦、重擔得釋放啦。有愛咧，聖靈將神愛轎灌喺心裏面啦。咁你時時得醫治、得安慰，好唔好啊？你中唔中意被愛啊？嗱，其實好多人咧，好想有戀愛，都係想被愛啫嘛。但我可以話俾你聽一樣嘢，喺戀愛咧，係好多時你會經歷到冇乜愛嘅，因為戀愛咧係好多時咧係要求你愛，你冇愛我，你冇記得我，你冇關心我，係好多時係要求，唔係俾啊。因為人都是希望在婚姻裏面得到愛，為什麼很多婚姻問題呢？因為雙方都是想以對方對自己好，很多婚姻都是的。你大家現在反省一下，如果你是結了婚的，你是不是在想著我的配偶，他又對我不好，他又發脾氣，他又很難相處，只是想到這些，就沒想到我有沒有對他好呢？我們想的婚姻好，一定是我都對他好，所以愛咧有神嘅愛，我哋就有動力去愛人。好多人哇冇戀愛好失落，冇結婚好失落。其實咧，我哋有神嘅愛係好足夠。神嘅愛啦，神如果係想你結婚嘅，神會為你預備；神想你單身，神都為你預備，唔緊要嘅。即係你有神嘅愛咧，就有最大嘅滿足。其實咧，好多人喺婚姻裏面其實都幾苦嘅。你真的想享受生命，不是一定結婚。你能夠祝福多人，你能夠自己得豐盛的生命。希望大家渴慕的是神的恩典。結婚是好的，如果神為你預備，但如果神沒有預備，你每天都在那裡恨，那你又很慘，更慘過。我認識有個人，他未結婚，他又經常都怨恨，因為他覺得自己嫁不出。後來他結婚，但跟丈夫的關係又不好，他又不開心。後來丈夫又早死，她 又不開心，所以她未結婚又不開心，結婚又不開心，跟住她丈夫離開她亦都不開心，她真的一生人都是不開心。有些人提過她以為不開心結婚就會開心，如果結過婚的人會告訴你聽的，如果你未結婚不開心，你結婚之後都是不開心，不會你結婚就會變得開心的，不會的。結婚不是醫治你的，結婚是考驗你有沒有愛心的。你肯愛，你肯愛，你的婚姻就好。婚姻是很多考驗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男與女是不同的。男呢就覺得我日回來家，我日總之我跟你一起看電視，就已經愛你了。女來說是不行的，這件事男人覺得很煩，因為你經常要我聽你講嘢，你有咁多嘢，已經嗡嗡乜嘢都講啊！小事又講，乜都講，好長氣啊！即係男就覺得佢長氣，女就覺得佢唔聽我話。所以咧，男同女呢個係一個真係要處理生命，男就需要學去聆聽，女咧就要學唔好講咁多嘢，去關心下佢，俾啲開心時刻佢。咁兩個都係需要處理嘅。咁但係冇處理嘅時候，就越嚟越掹掙，兩個都越嚟越掹掙。所以我們需要神的愛，還有神的同在會帶來心靈醫治。如果你的心裡面有創傷，其實我以前有發惡夢和夢遊，因為家裡的創傷，但神可以醫治，我就一一在神的同在。還有如果你記得我講過篇道，講到呢開心可以夢，記不記得？
日日喺平安輕鬆之中，你就會分泌開心荷爾蒙，就會令到你嘅身心更加健康。另外就係這個腦電波，在臨睡著的時候或者很安靜的時候，你的腦電波是會將你的意念帶入去你的潛意識，所以你越是安靜，耶穌愛緊我，我是寶貴。很多人就在坐在那裡就想什麼呢？好慘啊，哎呀想死了，哎呀耶穌快點回來，即是想下這些，但他想快點回來，即是不用面對困難，為什麼？如果是這樣的情況，就入曬這些腦電波，發的夢都是會發現沒人喜歡啊，哎呀被人遺棄啊那些這樣。但如果他經常都想著耶穌愛我，一路自己灌輸，那他發的夢開始是平安的夢來的。神的同樣都會趕鬼醫病，有喜樂，你想做人開心，有神的同在就會開心，所以神的同在是非常好的。身體舒服，肉身安然居住，睡眠得到醫治，同埋有能力去服侍。希望大家渴慕神強烈的同在。有神強烈同在的人會怎樣呢？有他生命有喜樂，有力量，有智慧，有更新，有愛心，和豐盛的生命，整個生命都會好一點，整個生命都各樣都有，越來越有智慧，神會賜給你聰明智慧的學習。有神強烈同在的人，他的生命質素會一路向上，什麼都向上，他的恩賜會向上。在我彈琴的時候呢，有一次我為人有個人預備聚會的時候，我在試一下彈，彈一下忽然間好放好放，咁嘅時候呢，在聖靈充滿之下彈得更加好。咁我就話，我可以將呢個咁樣嘅心態應用喺其他詩歌，我試下真係又得喎。咁就於是喺嗰段時間忽然間彈琴嘅進步，即係神都喺不同嘅時間俾我不同嘅進步，或者喺講道啊，或者喺為人服侍啊、輔導啊，神都幫助我嘅。咁希望大家都知道，你嘅恩賜唔好淨係追求聚會啊。有些人就話：啊，那個恩高服侍，因為我祈禱我就受恩賜。最重要俾你恩賜，唔係個恩高服侍者，係邊個啊？係神俾你，係你同神嘅關係好近就自然俾你嘅，唔使追聚會嘅，係神嘅同在，同埋你嘅侍奉會提升，你嘅成就。嗱，好多人就話：唉，我做來做去都係個小文員，唉，我做來做去都係咩咩小嘅工作。神有一日可以俾你聰明智慧，俾你提升，或者俾你一個自己嘅生意，或者咧讓你嘅智慧能力能夠提升，做得更加好嘅，同埋各方面嘅祝福，同埋神同人嘅喜悅。其實每一樣嘢，神嘅同在，記唔記得約瑟啊？神與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順利。俾佢嘅歌出埋，去到埃及嘅時候係百事順利。就算佢嘅主簿陷害佢，去到監獄，監獄都蒙福。然後後來雖然那個官員忘記了他，但一樣照舊，最後他都能夠去到做宰相的。原來神就是同在這麼好的，也都叫他，這個就講到神同在的益處，同埋差我醫好傷心的人，醫好能夠我們被醫好，同埋我們去醫好人，很重要神的同在，叫我們去醫好人。同埋神給我這個經歷聖靈報導法，是我時時都用的，就是為人祈禱的時候他會經歷聖靈。第一種經歷就是平安輕省，再經歷的他重擔釋放，得醫治，後來有喜樂。我試過有一個人，他的丈夫離世，他很不開心，他來到我的聚會，我是要祈禱，他第一次即刻經歷喜樂，即是一個很憂傷的人，第一次就即時經歷喜樂。那我在為人祈禱之後，我就會問他了，這個就是個過程，經歷聖靈報導法的過程。那這個呢，我們在侍奉操練課程是會訓練和教導和操練的。第一就是聆聽和回應人的需要，他有什麼需要呢？我聆聽他，關心他，回應他，又分享我曾經有這個問題，或者別人有這個問題，又得到幫助，又邀請他，你想不想我為你按手祝福？那這個是需要學習的，為人按手禱告。因為如果你沒有學習，你為人按手可能會沒有經歷。第二，如果你身上有邪靈或者情緒問題，可以傳遞給他。咁所以咧，呢個需要操練同埋學習同埋訓練嘅。又詢問啦，請你黑埋對眼祈禱之後，請問你喺祈禱嘅時候有冇咩經歷或者係感受？佢有嘅時候，我哋就解俾佢聽啦。呢、這個經歷係聖經講咗嘅，神會俾喜樂、平安、輕省、醫治、釋放。咁你想神祝福你啊？咁咧，你想有神祝福你，就解釋個救恩俾佢聽啦。
然後就帶他悔改信主，又教導他怎樣親近神和遵從神。這個就是一個經歷聖靈暴露法的方法去帶領人信主。我曾經在不同情況，甚至在街上為人按手祈禱，都經歷聖靈的，這件事是可以學習到。我希望大家珍惜這個機會，是不是你都學到這個方法，不要覺得你不行。當你願意這樣做的時候，神就會珍惜你。聖經講到神喜悅，在天國裡面我形容有些人是珍珠來的，他的生命是很寶貴，因為他見親人就祝福。這些人神會不會看重？譬如約瑟會不會說他的哥出賣他，等他死了，會不會神會不會等他死？不會，神一定會珍惜他，因為他是一粒珍珠，這個生命就會提升。但是聖經裡面也有些人物被人傷害，跟著他的生命聖經沒有再形容到他的生命怎樣痛苦或者不好。其實在天國裡面信主的人當中，有很多的生命不是珍珠。是什麼呢？我不去形容了，總之他不是珍珠，他不是珍貴的。這樣的人大家有沒有見過？基督徒又鬧交又破碎又病很辛苦，整天都想死，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基督徒？因為他根本沒有行神的路，神想祝福他，他都封閉了，所以他的生命是很苦的。希望大家渴望神強烈的同在，神強烈的同在，你又聽神的話，你的生命一定提升的。好了，那最後講了，即第一點講到神同在有不同的程度，第二就是帶來的益處，第三就是怎樣有神的同在。其實這些資料有部分已經在你的秩序表上的，你現在不用看，你回去先看了，因為我想你們記得嘛，所以都是教導，你回去看回，不要丟掉它，不要攝造了。好了，第一點很重要，討神喜悅是不難的，一起說，討神喜悅是不難的。為什麼呢？討人喜悅，你做了一件好事，他就說你還有很多事未做，但神就不是的。你犯罪求主赦免，神就歡喜，你真心禱告神就喜悅，你真心愛他，他就喜悅，他並因為你預備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過恩典。然後你給一杯水，給一杯一個小子，你就不能不得賞賜，神就喜悅。所以神是很容易禱告喜悅，只要你真心，就不是說我以前若干年前我已經給了一杯涼水了，誰忍了，不是一次，是你以後，並且你不只是給涼水，你開始做更多。耶穌為什麼用涼水呢？因為是人都做到嘛，他想告訴你，你都做到，你同自己去宣告，我都做到神想我做的事，我都做到，我都可以給一杯涼水，我都可以安慰人。可不可以安慰人啊？可以。即是我們做任何事，只要你真心，神就喜悅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我想問你，你討人喜悅是不是那麼容易啊？你有沒有試過想討人喜悅啊？你想討他喜悅，怎樣知道他又說你有些，總之他總是有些人不順的，不喜歡的，但是神是永遠歡喜，是不是很容易啊？所以神真的又能夠祝福你，又容易討他喜悅，又欣賞你，又紀念你，又永遠賞賜你，神是好到不得了。希望大家都珍惜我們這位神。怎樣長期被聖靈充滿呢？時時有同神密切關係。我一起讀紅色字，第一對付罪，第二聖經，第三信心，第四禱告，第五遵從神，第六主理生命，第七按手禱告和聖靈充滿的聚會有幫助。好了，這七點，第一就是不是只是悔改，有些人我已經悔了改了，悔了改但是繼續犯罪，那即是一樣被罪控制，悔了改對付罪離開罪。第二呢，中意聖經，因為聖經有很多應許，應用聖經。第三有信心，我一祈禱神就喜歡的了，神就在這裡，神就一定回應的，因為神是一定回應我們，即是何時都是，這個不是驕傲來的。你在讚美神，你就說神現在很歡喜我讚美祂，不是驕傲，因為我們真心讚美神就真的歡喜，神是說了的嘛。第四，長時間用心靈敬拜愛慕神，不是只是神啊，求你快點醫我，神給你多點錢我，快點給我結婚，不是只是這樣求，而是說在心裡面，神啊你真是好，多謝你，你是好到不得了的，
我祈禱好時都咁講，神你好到不得了。其實詩篇咪成日都咁講啦，係咪啊？成日讚美神，神嘅美善，成日都讚美神，又感激神，亦都話神啊，我願意做任何你想我做嘅事，即係話感激神、愛神、相信神愛我哋，同埋回應神，我願意俾神去用。喺我禱告嘅時候，我主要就係做呢啲嘅。我亦都會祝福香港、祝福教會、祝福世界。第五咧就係尊重神啊，願意，因為四年充滿就係要嚟傳福音嘅，要嚟更新生命嘅，要嚟建立靈命嘅。第六需要處理生命，如果個生命係好多垃圾、負面思想、煩惱嘅，點會被神強烈嘅同在？因為嗰啲垃圾阻住曬。你裡面有冇垃圾啊？將佢抌出嚟，其實係咪你要停留咧？嗰啲人對你唔好係邊個問題啊？嗱，如果我有問題，我認錯啦。我認咗錯，佢仲係對我唔好，係咪我嘅問題啊？係佢嘅問題。人對我唔好嚇，我就死得啦。哎呀，佢對我唔好，佢鬧我，我死啦，係咪啊？唔死得噶，佢鬧你，佢慘過你，因為佢要面對神噶。所以我哋就話佢好慘噶。我就憐憫他，我就饒恕他，我就放手，但我是很蒙福的，神會給我。被人罵是不是代表一定是很慘的？只要你不要捉住他罵好他說話就可以了，他罵你無所謂，他罵你沒用，我不會變得沒用。但有些人捉住那句說話一路一世是這樣想，不需要的。那是處理生命，和按手禱告是有幫助的，和被聖靈充滿的聚會有幫助的。那我們學這個禱告用魂先，有靈，靈與魂啦。魂包括咩咧？一齊講三樣：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就係成個思想認同神係最好。你係咪成日都咁認同噶？嗱，我成日都係成日都話神好到不得了，哈利路亞！神真係好嘅，神又好回應嘅。我成日嘅思想都係咁嘅，由早到晚都係咁嘅。咁嘅時候已經係一個神同在嘅狀況啦，神就會祝福嘅。決意，我嘅生命係俾神嘅。我全個生命俾神，我知道幾老幾老都好，我仍然咧一息尚存，我都係要榮耀神，即係呢個係我嘅心態。就算我幾病幾病，我都唔介意，我都會一樣係祝福人，同埋建立同神嘅感情。我一諗到神，我就搭堂噶啦。我覺得神係最好最好，我太太對我非常好，但係神嘅好係遠超我太太。神對我好，所以將我太太俾我神。真係俾我好好嘅禮物，但係神係本身更大嘅禮物，神係我哋最大嘅禮物。而我哋學用嘅靈禱告啦，詩篇103篇第一節，我啲心啊又要稱頌耶和華，凡在我裏面的也要稱頌他的聖名。凡喺我裏面嘅，哈利路亞，讚美天父，多謝耶穌，成個心靈去中意神，神嘅同在就會更強烈喺身上。嗱，呢個需要操練嘅，喺屋企嘅時候。整個心靈不是只是說耶穌快點給錢我，快點快點快點升職，那些就是口噏噏繁忙的禱告，我們學習靈靜的禱告。還有神給我這三種禱告記不記得？恩典的禱告，宣告神的恩典，神愛緊我，神祝福我，神陪我，神與我同在，神有計劃。敬拜的禱告，我感謝讚美愛慕蒙住神依靠神，我需要神。互動的禱告，我一路祈禱神就回應我，我一路祈禱神一路喜悅。咁希望大家都記得，嗱，呢個禱告係好有幫助啊！你一祈禱，神就喜悅啦，神就會幫我，神就會俾力量我，所以我就開心啦，我就盼望啦。同埋學習祈禱唔好向空氣祈禱，有啲人話神啊，快啲幫我啦，神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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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唔好諗住就發出啲發禱告，唔使諗神嘅樣，唔使諗耶穌嘅樣，只係諗住。是很個人性，好像你跟一個人對話，你不用想他的樣子，耶穌就在那裡，神啊，即是一個很個人性的，我多謝你，我很歡喜你，不是只是空氣發出禱告，是向一個個人的神，他是有個人的感覺，他會記得你做什麼，他知道你的心是怎樣的。譬如我這裡講一些說話，神啊，我喜歡你，是很個人性，我的心和生命是你的，我整個人都是你的，我愛慕和貼緊你，我願意做任何你喜悅的事，令你歡喜我就做了。極度感激和愛慕神，這個雅歌書1:4，這個形容到這種心態，一起讀，願你吸引我，我們就快跑跟隨你，
王帶我進入內室，我們必因你歡喜快樂。我們要稱讚你的愛情勝似稱讚美酒，他們愛你是理所當然的。我們要快跑跟隨你，然後呢我們進入王帶我進入內室，我因你神嗱呢度咧係講到啊所羅門所寫嘅呢個愛情嘅啊雅歌書，但係咧好多人覺得呢度所形容嘅咧係講到我哋同神嘅愛情。咁咧神咧就帶我進入咗內室，我哋就因你歡喜快樂啦。我要稱讚你嘅愛情，神嘅愛情係佢係已經單戀我哋好多年，然後救我，我哋未信主佢已經愛緊我哋。然後我哋信咗主之後，我哋依然聽話，佢依然愛我哋。好多時都係單戀嘅，因為我哋唔係成日愛佢啊嘛。當你肯愛佢嘅時候，神係好歡喜嘅。我哋稱讚神呢種單戀咁多年嘅愛情，我哋多謝你，同埋我哋愛你，你即刻回應。所以我哋愛你係理所當然嘅，極度感激神。嗱，如果有人救你條命，譬如你差唔多浸死啦，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咧，小學。啊！帶我哋去游水喎，我同學咧，哇！一跳落個大人池，比目龍咁游喎，咁我又好細個，我又好單純，咁我又試下跳落啦。一跳落完全唔係咁樣喎，喺個水底下喺度，不過我又即係忍住氣咁喺度咁點咧咁樣，唔知點樣啊！即係跟住有個人行過，掹住佢，咁佢掹咗上嚟嘅網啊，呢個人啊掹我咧咁。佢唔知道喎，原來我係唔識得游水，我就砰一聲跳咗落去，咁咧都係神救我嚇。呢、啊這個即係我未認識耶穌之前，我亦都踩過老鼠尾，俾老鼠咬咗流血。係我細個嗰時啊，都未識耶穌嘅時候，但係咧翻屋企我又唔識得用任何嘅方法，係冇任何嘅方法，但係結果係冇感染。其實我有好多生命中發生嘅事，好多神蹟都係神救我，我就成日都話神啊，我成日都記住呢啲嘢㗎。我亦都成日同人講嘅，你大家你聽我講到都聽到我好多時會提神做嘅嘢，學習24/7啊！就算你半夜醒，你即刻就同神多謝天父，24小時7天365日，日日都係咁樣，時時刻刻咁樣咧，神就喜悅你，神喜悅你，你係冇死嘅，係咪啊？你同隔離嘅講，神喜悅你，你係冇死嘅，你係冇死嘅。所以我們學習恆久的愛慕，喜歡神，歡喜神，去敬拜祂，這樣的時候將整個生命獻上，神是永遠賞賜，神是一定喜悅，一定喜歡你。你願不願意將生命給耶穌呢？是最上算的。很多人將生命就給份工，但你到退休的時候就拜拜了，就有退休金，或者有些沒有的，是這樣的。有很多人給他生命給他的子女，那個子女是不是一定聽話一定乖呢？有些是那就最好，不過始終有很多東西埋身都是你自己面對的，人不能夠真正滿足你，但是神是能夠的，所以獻上給神是最好的。我之前說就是討神喜悅不難，既然不難又這麼蒙福，是不是應該繼續去做呢？這樣就更加進入神高層次的生命，越高層次的生命，祝福我們個個都時時被聖靈充滿，是可以的。只要你怎樣呢？你看看我未做到你講的心靈祈禱，只要你的心啊，神啊，我想跟你有密切關係，你教我怎樣做呢？神是很樂意教你的，那你都可以來學習的。神啊，我想，只要你對神講的真心話，為什麼叫講真心話呢？我很多時候都跟神講的，神啊，我有時間給你，你教我，你帶我怎樣做，我願意祝福更多人，你為我預備就可以了。我又深信神一定預備，只要我預備好自己，神一定預備。或者我見到一個人，我就會說神啊，我可以怎樣幫他，我時時都跟神這樣溝通的。所以我有什麼機會接觸人，我就會去跟他傳福音。希望大家都是有這個生命，你時時都喜歡神，行路搭車刷牙攞口洗澡，成日都想著耶穌真好了，感謝天父，這樣的時候你的生命蒙福，是不值得被垃圾阻住的，垃圾放手吧，影響你的人放手吧，求主幫我們。大家渴不渴慕啊？渴慕，是不是真的行動渴慕呢？行動渴慕就下午出現了，兩點鐘出現了，我們訓練一下大家。在這個時候呢，我想跟大家唱這首詩歌，一起起身。
當我哋同神講神啊，我哋歡喜你，神一定歡喜。Oh,
求聖靈釋放我脱離一切的捆鎖，懇求聖靈融化我的心，讓我的心軟化，懇求聖靈改變我，懇求聖靈
你嚟到前面，我为你服侍祷告，同埋呢度嘅服侍队为你服侍祷告。